美女你好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哦，我是男生。啊？啊。男生也可以。你家没有房吗？你房子是哪里来的？什么都没有的，我在你房间里拿的呀。有毛病啊！我跟你相亲，你看看我前面有那么的。我就知道你觉得我兄弟啊。介绍我给你爸爸。再说，我不脱单，我前面也没想脱，是我前面走。要不你先走，要不你先走。What？你好，我是他爸。你好，我是他爸妈。你先亲一口看有没有感觉。亲一口？那要不然你亲一下试试。行吗？先试试呗。姑娘，不能要。打劫。打劫。那个。抽烟。不会。喝酒。戒了。你想多了。搞钱。快点儿。等一下啊。来来来来，你关门干嘛？好了吗？自主自主。那我也不办，死累。年卡多少钱？外加私教会员。这和我史大夫比起来，都不太我的腰吗？有点多吧，八百，我兜里没。哎，这是正经代驾吗？这个？名媛就是这个样子喝咖啡的。说说你感觉。好，烫烫烫烫烫，怎么了？荒郊野岭的。我们两个女孩子遇到色狼怎么办呀？啊，那你先跳。对，是时候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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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addy, I swear to God, if we lose, I'm gonna fucking cut that judge. Wait a minute, you brought your switchblade? Yeah. But they patted us down on the way in here. Where'd you even hide? Oh.